是2014年12月26号，小啾咪今天要第一次跟婆婆、跟阿公住在这里，睡在这里哦。因为爸爸妈妈今天晚上本来，因为今天晚上店里面有圣诞趴，然后还要处理别的店里的事情，所以啾咪今天晚上第一次要跟婆婆、阿公一起睡觉哟。啾咪最近很喜欢走路，然后今天他更喜欢拿着扫把拖地哦，拿着扫把扫地哦。啾咪是最乖的小孩，每天都是小乖乖，中午睡觉也是一放下去他就乖乖睡觉呢。好乖的小娃娃哟。好，啾咪，啾咪，啾爸爸，爸爸。